9月13号是天后陈慧琳的生日，曾经陪伴一代人成长的 Kelly， 原来今年已经正式踏入50岁了，认真是时光飞逝啊。 Kelly 在1994年开始出道，至今已经28年了，她有过不少经典歌曲，真是怎么听都不厌的。不过自从结婚生了两个小朋友之后， Kelly 就事事都以家庭为重，她和老公相识于微视，两公婆这么多年来感情一路都好好。如今她们的大仔刘星今年已经13岁，细仔刘心都有10岁了，一家四口幸福美满，生活无忧。趁住奔五牛一， Kelly 就在社交网度铺了一张生日相，她素颜上阵，捧住蛋糕，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啊！面上零皱纹，零僵硬感，真是天生拥有超自然美啊！她留言话自己的生日愿望是想知道怎样冻结时间，不过网民就赞她是人生赢家噃，所有愿望都已经实现晒，咁又系嘅，有名你叫公主林啊嘛。虽然 Kelly 已经处于半退休的状态，甚少再公开露面，但手执20个物业的她仍然是圈中公认的富婆啊！虽然无论有冇收入，对她嚟讲都冇咩太大的影响，资讯会喺度都送上祝福，生日快乐啊 ，Kelly！